Cotton growers in China's Xinjiang have benefited from modern planting technologies as cotton sowing is now in full swing. In Bachu County, southern Xinjiang's Kashgar, farmers are resorting to autopilot sowing machines enabled by the domestically developed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以前采用这个人工播种，播出来以后这个地亩是弯弯曲曲的。自从用了我们这个北斗导航系统，农机就像有了眼睛一样，按照就是设定的一个路线，自动驾驶一次性完成铺磨、铺地灌溉、播种、覆土等作业，不仅高效率、高标准，还有这个高质量的完成作业，还降低了我们采棉花种的这个成本。在秋收时方便采棉机全程继续化采棉花，还会提高这个采棉花的效率，降低采棉花的成本，帮助我们达到了土地增收的一个目标。我记得十年前吧，帮家里人种棉花的时候靠的都是人力，那个时候一亩地的成熟也就不到200公斤左右吧。现在通过机械化高质量的这个播种，我们一亩地的这个收成的话呢，就有了360公斤左右。All cotton sowing work in Bachu County i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with the help of precision seeders this year. 这几年的话呢，我们这个棉花种的也是非常的好，年年都有丰收。然后去年家里还买了一辆小汽车，然后现在家里的家具也都是新的，日子呢过得也是很好，非常非常幸福。相信今年也一定是一个丰收年，收入一定会比去年更好。